话一般就是啊，我问你点就问你，咱们这个是留着吃饭的时候这么说话，还是直接这么说话？什么意思？我意思就是吃饭的时候咱们手还动吗？说话就不动。那再偶尔动。月儿在手中，开呀花儿香。明月在那眼前，咱们就是咱们这个，咱们上山东的时候，咱们对咱们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。少年的模样，归心太早。月儿它也双双飞来了，枝摇摇，还绿了发角。管它遇到风吹也笑笑，花上的心红别会掉。少年的心儿永不老，只是想着放到睡觉。总是开呀花儿香，云儿开也等到风来了。